贩毒集团手法越来越高明，为了躲避警方的查缉，专门收购外劳的义父卡。警察局科技队前往桃园地区破获贩毒集团。拿出来，卡片拿出来就对了。科技队干员持搜索票进入杂货店，喝令李姓负责人交出人头电话卡。负责人一度装傻，最后被警方搜出了30多张的外劳义父卡。31、32、33、34、35张。桌上摆满收购来的一整叠外劳义父卡，李姓祖贤用每张150元台币向外劳收购，再用1600元的高价卖给贩毒集团使用。警方还查出李姓祖贤身上背负3条通缉的罪名，见到警方前来，一脸错愕。泰国杂货的，他兼卖这个所谓的外劳卡，他为了躲避这个警方的查缉，所以购买这个外劳卡。那外劳卡，我们警方在查到的这个号码所有人，那都是外劳，比较不容易被我们查到。干员随后兵分多路，在桃园地区的汽车旅馆查获贩毒集团成员，当场取出了150公克的安非他命及大量的吸食器，贩毒所得20万元。查获了3男2女，贩卖毒品。那他们是租在这个汽车旅馆，甚至这个租用这个高级的这个大厦。李姓祖贤自称是某大电信大桃园地区的负责人，专门低价收购外劳义父卡，在高价转卖，暴利可观。警方查出已经有数百张的外劳义父卡卖给了贩毒集团，也将追究相关外劳贩卖人头电话卡的刑责。记者黄少明采访报道。